这也没什么纠纷，因为他刚入职两天就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工作不满的话，他跟厂里协商，然后再一个来说，工作不满可以调动。他这个又不是说你必须要在这个岗位上去做了，对对，现在人家给你管，人大概40多岁，周五过来，周六帮他入职的，他是迟到过来的，然后在那里说话，又说了不到1分钟的话，对对，只有他一个人的，开了2、3年了，应该有3年了吧。